像女孩子吹了吹口哨。谢谢大家。刚刚讲到那个通理，其实还有一段很特别的一个往事。刚好在疫情那三年多里面，他刚好一场大病，一场大病，然后吓死了。然后掌声欢迎他回归，通理。通理，表现一下。出来，他那个房子买不回来的那种哀怨。要离开这里，那都没差。